现在进行国事论坛，每位委员发言三分钟，请陈委员欧博发言。主席、苏院长、林前内阁团队、本院同仁、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大家好。坚持是一种期许，也是一种信念。欧博认为，100个目标不如一个行动，100个行动不如一个坚持。欧博蒙宜兰乡亲的支持，进入国会，与立法院的国事论坛有约。在过去109个星期五的早上9点，站上论坛，谈国事、论国事。在109个星期五，无论风雨或者是天晴，欧博发表服务团队研究找出当周最重要的议题，一心一意、一心一德，说出对台湾土地与人民深深的期许、无尽的爱以及个人的主张。国事论坛的发言每次只有3分钟，欧博决定将每说过的一篇呢编串成书，一心主张无土无民。在今天早上，待会儿即将正式面试发行。一心主张无土无民的第一篇是2012年的3月2号。这4年半来，当时的有些议题令人义愤填膺，今日已成潺潺的回忆。珍惜记忆，不忘教训，是前进最有效的动力。国事4年半的记录，可以提供国人回忆。回忆我们这个国家曾经走过的风雨。欧博等一下9点40分也将在中心会馆举办新书的一个发表会，敬请本院同仁、我们林前内阁行政团队官员以及我们所有的媒体女士先生能够前来分享出书的喜悦。谢谢大家，也呼吁本院同仁，大家能够重视、珍惜这样的一个发言的时间。我们希望台湾向前走，台湾能够更好，台湾能够成为国人的骄傲，我们的母亲。谢谢大家。好，谢谢陈委员，也恭喜陈委员发表新书啊，恭喜恭喜。第二位，我们请黄委员招顺。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我想针对我们整个的司改，在蔡英文总统可以说在7夜间，他自己公开说他要介入司改，要当司改的召集人之后，马上我们又看到法务部长邱泰山，他也公开明示说必须要废除特侦组，然后我们这个新的会期一开始没有法务部的业务报告。没有司法院的业务报告，我们紧接着就是看到大法官提名人黄瑞敏的太太尤美女，在这个礼拜的礼拜三，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态度跟速度通过了要废除我们特侦组。我想这是我们看到司法最黑暗的一面，我们看到司法一条龙又再现在我们现在的政府。我们从各项的民调显示，支持特侦组能够存在，是对所有高官以及特殊的案例
最好的打击的一个方法。但是自称最会沟通的政府民进党居然没有举办任何的公听会，也没有跟任何的司法界的人士做任何的座谈会，就用这种手法废除特侦组。我们来回溯特侦组的存在，其实是为了要避免在侦办高阶官员的时候受到层层行政或者政治的干扰，所以特侦组成立一直到现在，可以说不分蓝绿打击权贵犯罪的成果，也是所有民众有目共睹的。例如当年侦办陈前总统国务机要费洗钱案、二次金改案、跨海讨回巨款的贿案贿款，可以说是台湾民主以及司法史上最重要的政绩。所以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可以罔顾这些事情，然后用这种方式让司法一条龙在现在我们整个的司改当中，本席岂其以为不可。所以本席在这里奉劝蔡英文总统的执政满意度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降低，我们希望整个的司改能够有许多的公听会，我们希望特侦组它整个的制度可以来讨论，可以来修改，但是不能够把它废除。如果废除了之后，未来这些高官、这些权贵，类似陈水扁的案子，我想也就从此不见天日。我们希望蔡英文政府能够回头是岸。以上，谢谢。谢谢黄委员。下一位，请李委员燕秀。今天我要透过国事论坛的机会，再一次表达对于立法院行使大法官跟司法院正副院长的同意权，再一次的表达国民党团立场的看法。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希望是先立法再审查。在这一段时间，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一直提出来，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中，如果我们不尽速在本周或下一周来行使的话，有可能会造成宪政的空窗期。但是我必须要透过今天国事论坛，再一次的强调，大法官解释宪法是以现有的总额来计算门槛，跟法定的总额根本没有关系。民进党屡次说有宪政空窗期这个问题，实在是居心叵测。我们要呼吁落实立法院的人事同意权的审查，必须要先立法再审查，是国民党不变的立场。蔡英文总统两次提名的大法官的人选过程当中，都暴露出现行人选的问题。司改会也一直不断地呼吁要用专门的审查委员以及更周延的审查方式来进行审查。我认为如果能够趁这两次的提名争议当作助力来建立审查的制度跟更公开透明的审查过程，这才是真正维持大法官公信力最好的方法。司法院大法官是我国最后一道司法防线，守护宪法最终机关。我希望能够透过制度的完善来避免审查的问题。之前大法官因为没有连任或在任的问题，我们也比较能够期待他们在做成宪法解释的时候少一点利益考量。如果针对司法院的院长许中立，我们希望把他放宽为在任，这就难免未来大法官会不会迎合针对特定政党来获取日后提名来解释，来做这个宪法的很多解释哦。对于大法官卸任之后能不能在任的问题，其实现在法界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包括大法官许中立他自己都认为他也不反对释宪。所以在这边我要透过今天国事论坛这个机会，我再一次的强调，民进党说要尽速的行使，否则会有宪政空窗期。我刚才已经强调过了，没有宪政空窗期的问题，因为只要以限额的门槛来计算，所有必须要解释的法律事件还是可以行使。我认为两次的蔡英文总统提名，在这一次当中我们应该更慎重。国民党党团对于很多的大法官人选我们没有任何的意见，我们也希望可以按照立法院大家同意的时间来行使，但是对于制度的建立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希望在两次的提名过程中少一点争议，未来大法官包括司法院院长的高度是可以透过立法院的延。谢谢李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吴委员致阳。台湾的电竞选手啊，最近屡屡在国际的电子竞技比赛中获得佳绩，引起了很大的讨论。在9月18号的时候，蔡英文总统还出席了英雄联盟世界大赛的行前记者会，他亲自为代表 LMS 战区出现的 AHQ Esports Club 与闪电狼 FW 来献上祝福，预祝他们为台湾的电竞再创佳绩。这很像我们的棒球队是一样的啊。那电子竞技也带动了非常可观的经济产值，在游戏产业上面，从2012年总体的游戏产值是新台币407亿元，2013年变453亿，2014年已经突破了500亿，2015年更高达了532亿，现在还在成长啊。另外，在电视台、网络平台上面，我们现在都可以用中文直接观赏到国内外的各项电子竞技的赛事，其中像是这个 Twitch， 它是台湾最大的线上直播平台啊。平台上大概有近万名的实况组，每个月不重复的访客就高达450万人次，目前累积的观看啊，每个月的观看分钟数高达8亿分钟啊，这是相当受欢迎。但是相较于我们选手的优良表现以及这个电竞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我们政府的政策一直迟迟没有办法跟上这个脚步。像是台湾的电竞团队呢，他如果想要聘请外籍的选手或者是教练来台湾的时候，经常会碰到签证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台湾本籍的选手也会遇到了兵役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啊，常常就是求助无门。甚至在最近教育部体育署公布的一个电子竞技是否纳为体育运动合适性的评估报告里面，它的结论又表示说，电子竞技目前不适合成为台湾国家级运动项目之一。这个我们就很纳闷，因为蔡英文总统在竞选期间对于台湾的电竞产业他有很多的琢磨，他表示他会站在支持者的角度来推动总统杯的电竞竞赛，而且会提倡电竞成为国家级的运动项目。但是我们看到从520以后，政府到现在并没有任何正式的表态或积极的作为。所以本席啊，除了要求政府尽速要研拟具体的方案以外，本席也会跟几位委员一起召开公听会，邀请各界与政府的各单位共同来商议解决相关的问题。希望我们除了好的选手、好的产业以外，政府一定要推一把。谢谢。谢谢吴委员。下一位，请林委员立禅。院长、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早。高龄化社会近在眼前，全老人口照顾有影无？本席今天想要以自己的经验来分享，讨论我们的长照未来。我有一天在成印的时候，遇到一群阿公阿嬷在运动，他们非常有精神、有体力、记忆力非常好，每天相约在公园里面做操。闲话家常，他们跟立禅谈了一个几分钟啦哈，打起气的说，把老人家送来我们这边一次可以省800块。了解之后才知道，原来附近的日照中心一次使用要花800块。这句话让立禅思考到许多事情，
最近长照的 2.0 各界都有许多讨论，其中我们的国民老人病了、老了，国家如何照顾他们的规划，现在都在做这件事。可是呢，我又反思回来说，那如果老人家是健康的老人，他我们国家如何协助他去实现自我？老人家年轻的时候，或许是商场上的女强人，或许是家庭的一个大家长，家庭的支柱，又或许是我们担任志工帮助人家的助人者。那卸下了这些职位之后呢，老人家最渴望的是找到自己的一片舞台，那以新更新的凝聚力。那立禅相信说，健康的老人心灵需要被满足，是达到所谓的减缓老化失能的最佳方式。政府在谈高龄化社会的全人口照顾时，是从什么角度去评估长者的需求呢？是用理论、国外的报告，还是用实物走进长者的生活需求呢？一起跟他们呼吸，感受他们的爱与喜怒哀乐，进而发展出在地贴近老者的照顾政策。40年后，老人家的人口比例超过我们的人口比例的40%，那其中健康的老人占80%。过去马政府时代也已经提出高龄社会白皮书，本席强调新政府在争取年轻人的选票同时，也要回头来思考一下老人社会未来的趋势需求，针对老人家的生活支持、健康养生、社会参与、终身学习，创造最佳的环境。因为每一位都会老，40年后的这个比例可能都是你我。那本席强调高龄化的愿景，除了完善的政策以外，希望说政府能拟定一个完全全方位的规划，如何来做，赶快做出来，不要每天都在那边处理很多很多的。谢谢林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曾委员鸣钟。主席，林院长，还有各部委所长，今天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题目是打破低薪的恶性循环。台湾目前低薪的情况非常非常的严重，也非常的普遍，这已经不是个人的能力问题，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我国目前的月薪远低于邻近国家，比如说日本现在平均是96000的台币，韩国是98000，已经高于日本，台湾只有47000，不到韩国的一半。而且其中劳工有他的薪资低于30000的有38%，低于40000的有68%，扣除日常生活必要的开支，大多数的劳工可支配的所得其实相当有限，要非常拮据才有办法过生活，难怪年轻人不敢结婚，不敢生小孩。那我们回头来看为什么会低薪，第一个原因是劳工的报酬占 GDP 的比例逐年下降，从早期的超过50%，现在只降到44%。另外，相对的企业主分到的营业盈余却在逐年增加，也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企业主分得更多，劳工分得更少。第二个是台湾经济仰赖出口，在成本考量下，近年大量的企业出走，并衍生了国内接单、海外生产的营业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对国内的经济有贡献，但是对劳工而言没有产生就业机会，也分不到劳工报酬。第三个是国内的市场严重失衡，国内的劳动市场严重失衡。国内一方面工厂找不到技术工人，一方面高达101家的大学每年有160000的大学毕业生，但是他的平均薪资只有28000，比回到15年前的水准，显示劳动市场充分的非常严重的失衡。台湾低薪是非常的严重，
依照统计有60%的年轻人希望到国外去发展，因为国内低薪，国内找不到发展的机会。面对这低薪的情况，劳工、企业主跟政府要一起来面对，尤其政府扮演重分配的角色。希望未来政府利用租税手段，鼓励企业将更多的盈余分配给劳工，也希望政府能够改弦更张教育政策，并采行相关的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尽速打破低薪，建立一个和谐、更公平的社会。谢谢曾委员，下一位，请张委员立善。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根据我国宪法增修条例第五条第二项明定，大法官任期8年，不分届次，个别计算，并不得连任。既然外界对于许宗力的在任或是连任有违宪疑虑，自然应事先厘清。本席要求民进党应该自请事先，以弥平争议。上一位司法院长被提名人谢文鼎，只因为独派质疑，蔡英文总统随即撤回人事，这次更是有违宪之余，难道不应该比照办理吗？蔡英文总统可以因人设事，存在双重标准。大法官和司法院的正副院长地位是何等的崇高，不可以有任何瑕疵，必须超然独立，不能迎合政权的要求。大家难道不应该以最高的道德标准来检验所有的提名人吗？另外，立委游美女身为司法委员会的招委，其律师老公黄瑞明却在这次被提名大法官名单之内，如此内举不避亲，被外界批评实在太难看。以后老婆立的法，老公敢宣告违宪吗？其次，民进党提案要求废除特征组的问题也是备受争议。特征组是本院1995年1月13日增订法院组织法第63条之一成立特征组，立法的理由主要是期许公正超然，不畏权势，侦办高官贪渎案件由检察总长挑选富有经验的优秀检察官担任特征组的检察官，是专门要打老虎的。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8月29日针对特征组的存废问题公布民调，民调结果大多数的民众都支持特征组的存在。如今在未经各界充分讨论达成共识后，就进行透过执政党在国会的多数暴力来废除，这难道就是蔡英文总统的司法改革吗？司法改革是蔡英文总统最受民意肯定的竞选政策，未料一连串有关司法院长、副院长的提名以及大法官的提名，加上一上台就要废除特征组，这难免让人质疑蔡英文总统司法改革的决心。本席认为，所谓的司法改革根本是含假的，违宪才是真的。谢谢张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柯委员智恩。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这个会期，行政院内阁跟民进党协调提出了32项的优先法案，而其中呢，有非常多的法案呢都没有看到行政院所提出来的相对的对案。那这个部分里面呢，更是有人说，很多的法案还在这个内部的讨论当中。更离谱的是，有很多的法案是以马政府时代的版本为主。过去呢，立法院最被诟病的就是怠惰、不负责任。而现在我们把这句话要还给行政院了，因为呢，这个部分里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呢，这个本来就是行政院所应该所全的全责，可是呢，他们完全把它放弃了。不是说完全执政就要完全负责吗？难道这个所谓的法律提案的对案的权也要全部交给有民进党大部分的委员来执行吗？我们从上一次所看到的党产条例，还有这一次呢要
通过了这个预定通过的这个转型正义，还有包括很多的两岸监督的条例，其实里面牵涉的层面非常非常的广，它包括一个政党长期以来的公不公义。那这个问题的里面呢，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行政院所提出来的一个版本？那这个部分呢，任由很多个别的委员还有民进党员，他们在这个委员会当中用非常粗糙的方法把它组织出来，而未来如果在执行的时候呢，发生了很多的瑕疵，发生了很多的正义的时候，是否又要把这个部分呢推给各个的政党来形成一所所谓的防火墙呢？而且甚至有人说，行政院不提出对案是一种策略的考量，因为提出来的话必须要有公听会，要逐一审查，可能对一些争议的部分呢，还要接受很多公民团体严格的一个挑战。如果呢我们不做这些事情的话，那基本上就可以省掉很多立法之前所谓的旷日费时。而这件事情呢，更能够凸显这个行政院还是的确是非常的怠惰的。我想在场有非常多的阁员都曾经在学校教过书，你可以因为学生不写作业，你可以因为找资料非常的困难，你可以因为是他们怠惰费时然后就不给作业吗？我想这个是每一个规格都需要所付出的一个责任。所以呢，在此我们还是要强烈的呼应，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对一些争议的法案还请内阁能够自己能够找回自己的法律对案的提案权。因为呢，你如果不提出来的话，完全用单一的版本的话，这会让大家觉得到底我们的行政院到底在做些什么。特别是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一堆争议的法案，它涉及太多太多的问题的，请大家绝对要负起提出对案的一个行责权。这是本席今天在国事论坛当中要特别强力呼吁的，谢谢。谢谢柯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江委员启程。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各位行政院的长官，大家早。我想，鹰权政府完全执政，重大法案完全不负责任，不愿意负责任。我们现在搞不清楚到底我们的行政院在哪里，还是我们已经没有行政院了，还是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就等同于行政院？所有的重大法案到现在我们几乎都看不到行政院的版本，即便立法院提出来，在党提出来要求行政院给个版本，给个立场，也提不出来，就说交给立法院，尊重立法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建议小英总统赶快修宪，把我们的宪政体制改成内阁制，行政立法一体，把这个问题就一并解决掉了。我想过去蔡英文总统也主张过内阁制，还是说你现在要来试行看看，就直接先这样来做？因为如果照现在行政院的表现啊，其实啊这些政务委员也可以废掉，因为政务委员就是在协调法案的，就是在沟通法案的。那既然你们也不想沟通，也不想协调，也不想立法，也不想提供版本，全部交给立法院的政党来提来协商，那请问这些政务委员要干什么？其实就可以废掉了。因为行政院不想负责，针对重大争议性的法案没有立场，也不想出来解释，也不想面对我们所有民众对政府的检视，所以就把这一些重大争议性的法案跟政策全部丢到立法院来。我们想问，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有没有违背我们现在的宪政体制？照理讲，每个会期的开始，执政党提出了一些重大优先的法案，以这个会期来看，执政党提出了32个优先法案，这里面重大的政策法案其实都没有行政院的版本、立法版本、修法版本。两岸建筑条例没有，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没有，公民投票法修正案没有，集会游行法没有，这一些大家这么关心的法案居然都没有行政院的版本，可见行政院内部包括不止刚刚提到的政务委员，各部会针对重大政策跟法案应该召开公听会、跨部会会议、内部检讨会议等等，其实都省略掉，都怠惰了。
所以我建议我们改成内阁制好了，谢谢。谢谢江委员、王委员、玉明对国事论坛之书面意见列入公报记录。报恩会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休息。